来看到含这即帮相关的消息，这個、中华即帮形容牛啊，会当讲是上有名的这個球星啊，张泰山啊，讲因为无想要来转教练啊，讲确定好这個、形容牛以这250万啊，交易甲这個统一赛去，啊，即嘛这张泰山明年就要转去甲这個统一赛去拍球，这好这形容牛的球迷是骂这球队骂甲要变去咯。金石殆尽黄牛精，金石殆尽黄牛精。张泰山带队球员宣誓，哎，这是穿形容牛球衫拍球的画面，后一个球季就要看袂到，因为牛队原本希望张泰山去做打击教练，或者是球员兼教练，但是张泰山坚持要做专职的选手，双方超无好势，最后牛队以250万甲张泰山卖予通赛。交易确定，球迷批评的声音真大，有人无法度理解为什么要甲这帮上重要的纪录创造者让予别人，有人感觉切心，讲要甲张泰山换去支持统一赛，阁有人看衰牛队明年的票房。只不过甲球迷的批评来比，张泰山的加入要予赛队组成21年以来上强的本土战力。也是台湾很难得的中心打者里面具有速度的打者，张泰山跟陈龙基的加入。那当然是提升球队的战力，帮助很大、啊。虽然有人认为张泰山交易的价钱以及一个月21万的薪水拢上低，但是对这个在职棒15年、34岁的选手来讲，只想要伫咧球场打拼，继续来创造新的安打甲全垒打纪录。记者林小慧、新志平台北报道。